接触下对于眼部的一个攻击。对于眼部如何攻击呢？当两个人互相摆取一个格斗式进行格斗的时候，通常可以用你的四个手指头像弹琴一样扫对方的眼睛啊，扫对方的眼睛，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，速度是非常快，啪就可以打到对方。用手对方的眼睛，这个时候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杀伤。由于我们眼睛的这个部位不需要它的力量，所以它的速度会很快。下面我们做一个演示。那么这种扫击的方式在通背拳里叫做摔掌。那么在练拳的时候，摔掌，螳螂拳里的呼拳，都是用这个去扫击对方的眼睛。然后呢，在李小龙的截拳道里，也通过啊这种穿掌、八卦掌有穿掌，通背拳有穿掌，都是通过手指去进攻对方的眼睛的一个部位。同时呢，由于你把手掌啊会延长你大约四个手指的距离，在我们两个臂展差不多的情况下，如果我伸长一块，那么我无疑是可以获得一个比较长的距离，所以相对来说是安全的。所以呢，在过去的武术中，在街头应付街头战斗的这种武术，都是通过手指啊去进攻对方的薄弱部位，眼睛啊、喉咙啊，包括颈部的两个动脉，用手掌去砍击。但是现在呢，在擂台搏击中，这种技术是属于禁用的。所以以上呢，是我们跟大家在说的防身过程中如何进攻对方眼睛的一种方式。刚刚呢，也如何用手指进攻敌人的眼睛。那么这个技法在传统武术还是现代搏击中都是非常丰富的，所以希望大家看了之后呢，勤加练习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"实用形意拳"，有好多武术包括散打的教学等待着您。感谢大家。